哇，好漂亮这里。哎呀，没那么晒了，挺好看的。马上真的要落日了。爱情就像玻璃瓶，一碰就碎；爱情就像夕阳，一会儿就没。说谁呢？说谁呢？说谁呢？没有说那些文人骚客。敦煌的旅程快要结束了，这三天当中会让你觉得很美好的时刻。拍了很多你的照片，但是你更多的都是一种摆拍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现在有点想不出来你什么时候是真的在享受那一瞬间。你没给我拍的时候啊，我没有说一句话。对，我没看，我每次我想给你拍，因为我看见了嘛。提出批评，下回更多的享受那个地方，而不是要管那个照片是不是能够记录下来给谁看。那你就不拍我不就好了？也有道理。哦，不行。真的，你还是有一种能力的，就是能够让我这种人笑得出来。行，感谢你把我拽来这一趟，感受到你的快乐了，你很开心，就挺好的。每个都是很微小的确定的幸福。好美哦。